姐姐，你喜欢把存款一点一点的花，还是喜欢一口气花光呢？久等了。什么声音？谁在鬼吼鬼叫？我在哼歌啦，没礼貌。妈妈，发生了什么好事吗？看得出来吗？你模仿僵尸的功力果然很厉害呀、都说了不是僵尸在呻吟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好听的话，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了。那你在开心什么呢？爸爸的吸水每个月只有一次，妈妈会觉得爸爸很可贵的日子，对吧？是啊是啊，每个月只有一次。哎，我哪有这样觉得？妈妈随时随地都很感谢爸爸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叫爸爸的薪水入账了耶。哎，小心，快点过来了。哇，妈妈，不要说多余的话。真是的，如果被坏人听到该怎么办呢？可能会遇到麻烦呢、麻烦？妈妈已经学会怎么模仿僵尸的意思吗？才不是。平常都买便宜的，不过今天，哇哦，今天要买高级牛奶呀、因为是发薪日嘛。那我要买特别版的小饼干。可以吗？好吧，就今天哦。妈妈好大腿呀、妈妈好大腿呀、妈妈好大腿呀、因为很重要，所以我说了三次，说一次就够了啦。我觉得生下来当妈妈的孩子好辛苦啊。别这样啦，这不过是特别版小饼干而已，还有不是辛苦是幸福才对吧？也可以这么说的。今天我们买了高级牛奶呀、是吗？真是太好了，因为今天是我家爸爸的发薪日啊。别说了，丢脸死了。总共是6883。好的。奇怪，奇怪，信封不见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真是不好意思，请等我一下下啊。好的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！要像僵尸在跳舞啊！不见了，装着我们家一整个月伙食费的银行信封不见了，怎么办呢、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把钱弄丢了，我马上去找找看。这些东西可以先放在这里吗？可以。快走吧，小心！特别版小饼干，先别管那个了。没有，没有，到底把信封丢到哪里去了？只剩下银行里面了。哎，再去银行领一次就行了。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就好了。果然也没有。得到一包动感超人面纸哎。怎么办？该怎么跟爸爸说呢？那个可是我辛苦了一个月才赚到的血汗钱、真的很对不起、老公、小心。妈妈，你背上长了很多的肉肉、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吗？我把一大笔钱弄丢了，是你整个月的伙食费，要买饭给你吃的钱呢。那我以后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吗？现在只好去报警了。警察一定会帮我们找到的，对吧？不过可能性很低了，
不小心弄丢现金，又找回来的几率非常的小，可能性很低嘛。我捡到一块钱，你也会送去警察局。如果是像小溪这样的人捡到的话，那就好了。因为没有送去警察局是不好的事。没错，是不好的事。竟敢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，这是绝对不可以饶恕的事情。小溪，对不起，小溪一定也觉得很不安吧？没关系，不用担心啊，我们一定能够克服难关的。蚂蚁们正在搬运奇遇有名的仙贝，很少见呢。你这个孩子，这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了。我们刚才在找的就是这个信封。怎么会在你的身上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家爸爸的心神入葬了啊。小溪，快点过来了。妈妈，不要说多余的话。原来是这样啊。伤脑筋，谁叫你都不好好听人家说话。对不起了，好险是我捡到这个信封的，对不对？行，真是太好了。那我的谢礼呢？居然还想要求回报。不过可以把钱找回来，真是太好了。真是喜可喜贺。那对母子怎么还没有回来呢？你的。